随着免签政策的实施和国际航班的加密，外国游客来中国变得更加便捷。近来，在文旅资源丰富的四川省九寨沟、都江堰等知名景区的外国面孔明显增加。据成都多家旅行社反馈，东南亚游客是现阶段四川入境游的主力，客源地主要为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四川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世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23年起，四川的入境游市场开始逐步恢复，今年市场的回暖趋势尤为显著。从四川青旅的数据来看，2023年我们整个入境市场已经恢复到了7000多人，2024年第一个季度我们整个这个入境的人次也都上千人了，所以我们从现在看整个入境市场呈现了这个上升趋势。为避免走马观花式的旅游观光，四川的旅行社也在尝试推陈出新，希望增加境外游客与在地文化的互动，丰富旅行的体验感。连日来，成都泰屿导游玉专香一直忙于接待来自泰国的旅行团。他表示，自开年以来，他接连不断地迎接新的旅行团，整个3月的行程也已全部排满。这个月的话是一个满额的状态，因为现在免签了嘛，各种手续都比较方便。然后现在的客人他比较喜欢比较自然的风景，比如说咱们的九寨沟、黄龙景区、打鼓冰川啊这一带，然后也是比较喜欢四川的文化。四川的川剧变脸呀，还有火锅呀，这些都比较畅销，都是比较受泰国朋友的欢迎。首次来中国旅游的泰国游客程正侯对此次四川之行印象深刻，他表示，一直以来他都渴望亲眼见到九寨沟的美丽景色，而这次旅行终于让他实现了梦想。此外，有泰语导游全程陪同，使他们的旅程更为轻松和方便。此次选择来四川旅游，是因为四川的旅游景点特别多，也有很多我心目中希望去的景点，比如九寨沟、打鼓冰川，这次也是实现了这个愿望。旅行期间有讲泰语的中国导游，对我们游客来说也非常方便，一路上导游也比较贴心，把我们照顾得很好。随着入境游市场的火热，对于泰语、越南语等小语种导游的需求随之增加。杨世俊介绍，该旅行社已通过加大招聘力度等方式来缓解小语种导游短缺的现状。现在例如这个马来西亚或者是泰国啊、越南啊这一方面的小语种的导游非常短缺，特别是旺季的时候根本就不够。那么目前呢，这个我们也是和一些小语种的学校在搞一些这个合作，通过这种方式来调配一下我们的这个人员短缺的问题，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旅游行业加大这个小语种这一方面的人才的这个招录或者是培训，这个可能对入境市场目前现有的增量会有更大的贡献。